很荣幸能参演由屁大原著《天涯客》改编的剧集，并出演周子舒这一角色。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有趣的经历，希望能把这个角色完美的展现给大家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周子舒，喜欢《天涯客》。看 Priest 原著《天涯客》，去晋江文学城，这里有梦，有故事在等你，一定要去哦。